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的节目，我是贾倩。今天我们将为您解说的是2010围甲经历首季杯围甲联赛两局棋。第一局由谢赫执黑对邱俊，和我一同解说的是赵守勋五段。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谢赫呢是代表山东队，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不是，谢赫是代表重庆冷酸灵队，然后上海队是邱俊八段，他们两个人下的是快棋。对，好，我们现在解说开始吧。好，这个邱俊是著名的慢棋手，但是邱俊他最近的快棋成绩也是很好，我们都知道他刚刚进了阿含铜扇杯的决赛。慢棋，谢赫是黑棋啊。嗯。啊，这个慢棋下得好的人啊，一般来说快棋也都很厉害，快棋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对，我们是这么认为。但是，因为他这个读秒功夫非常了得。嗯，对。这邱俊他下棋很慢，他那不管是快棋慢棋，他每次都得，就是三个小时棋，他也会下到读秒最后一次。对，所以说他这个久而久之，读秒的功夫就已经练出来了。对，我知道棋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对上邱俊的话，你做好晚上七点钟再结束的准备。对，这个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就是说，这个邱俊。他实力最强大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读秒最后一次的时候，就是他只要听到一二三四五这个催他的声音，哎，他这时候才能全面的爆发。但我印象中他一二三四五的时候他还不走棋，他得读到八九的时候他才落子。他这状态那个找状态是用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另类的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双方一开始黑棋黑五挂角，然后白棋就这个反挂，白棋马上反挂了，说明这个邱俊他是有意打破对方的意图。嗯，我相信他们之间都是非常熟悉，对，因为都是国家队的棋手，平时研究的也比较多，对，大家都比较了解。嗯，啊，他是拖，然后就是双方各走各的。嗯，这个地方白棋如果也选择飞压的话，我们看。这就是黑棋在飞这个吗？黑棋在飞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双方这个形成了一个看上去很，接近，就是很局部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这么一个棋形，但它这个方向不一样。你看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它这个缺口是冲着上面，是冲着这个左边，啊，这个缺口是冲着下面。那么这时候轮黑下，那白棋只能走这儿。对，这样的话黑棋就可以站到这个绝好点。啊，就是一般来说，这个黑棋是如果像这样的话，黑棋可以满意。嗯，所以说白棋打破黑棋意图。哎，对。那既然黑棋选择这个定式的话，就是说明下边是比较大的。嗯。啊，所以说白棋呢要。白棋争取走到这个拆是吧？对对对，争取下到这个拆，不让黑棋顺势的去下到下面，这是白棋的意图。当然了，这个还有。马上我们会看到这个更深一层的意图。那么如果说我黑棋现在插这边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子。现在插这边是可以的。啊。比如你就拆一个。然后白棋就把它包吃了。应该是会包吃一个。这个局部非常厚。你看这局部白棋比黑棋多三手棋，相当于这样，多三手棋。嗯。但是黑棋的这一下非常损。这下交换黑棋是局部大亏，所以说一般来说啊，大家不愿意那个。让人家一手吃这么干净啊，一般来说不愿意。黑棋是希望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高手们对局里面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部。太厉害！哎，这个时候黑棋会脱线。啊，如果要是他就直接脱线是吧？哎，对，这时候这个很多局面下是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脱线了，因为你再补一个，啊，白棋如果走的话，本手是扳。嗯。那么你再补一个的时候，我们看黑棋这个地方有很多利用，它最起码这一扳或者这种地方加，这都是有先手味道。那你跟刚才直接爆死的那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啊，所以说黑棋呢，它是希望把这个味道做足之后再脱线，这是黑棋的想法。那实战也是这么下的，就是长完了扳。嗯，但是白棋没给他脱手的机会，他直接扳了。这就是黑棋。哎，对，这是我觉得邱俊选择这个下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我们都说邱俊的，他那个飞刀特别多啊，他这个什么叫飞刀，就是他局部研究很深，对，
他有很多时候你觉得看上去必然的，他突然给你一变招，因为他有研究。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会想到。嗯，对，就是他平时自己这个非常用功，这研究的很多，对局部变化研究很多，这个当然不能说是他首创的，但是我想他一定是经过深入的研究才去下的。那么黑现在有几种选择呢？是有没有单占或者是因为如果单占的话，我就是最简单的例子，白棋这时候就算再立一个，这样黑棋也不是说亏了，就是黑棋也非他本意了。因为我们刚才说白棋如果立啊，白棋这个立呢也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立主要是它不肯断，是因为这样黑棋如果长的话，白棋加这个，哎，白棋是加，那么这个加的位置要比断在这儿要厚，这个要比断好。那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就是有长的也有接的，当然最更多的就是给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更多的时候是脱线，就因为你要是接的话，就现在走有点太早了，对，它有点重，有点重，这边没有接应，你如果先脱线，比如先在这儿弄一个白棋。如果补他就亏了，我们刚才说过，如果补的话他就亏了，如果不补那我下招再接上，哎，这样是黑棋比较常见的一种思路。那他这样实战这个扳，那你如果单接的话他就算立一个，他就等于逼迫你，我这个子先做一个交换是吧，对，逼迫你在这个局部就这个马上与他进行作战，与他纠缠，那么这是白棋的目的。那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也只有打吃，然后再接，你再下一招这个，非常狠，这个黑棋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考验黑棋到底是，这怎么赢呢？这可以应该也谈不上两种。对，这黑棋也没有办法。那你如果要是在底下走的话，那就只有他实现这种火。你要往上走，肯定不行。这个肯定是，这一下受不了。这一下就是欲哭无泪了，感觉。想哭也哭不出来了那种感觉。对，那他只有虎啊，他吃，他在跳，这个非常狠。白棋我们看上去白棋这个地方很多个断点，就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点、两个断点、三个断点，那么他自己的断点不补，还而且要跳进去就把黑棋封锁在里面，这是白棋的一个非常凶狠的下法。但是虽然白棋它有断点，但是现在黑棋就直接动手的话，好像也这怎么动手呢？也没有特别好的其实它就是因为断点多，所以它索性不补，让你来帮它补。对，让你去定型之后帮它补。这个，而且我们看黑棋也只有五口气，它如果直接断的话，这个被粘。但最黑棋最想就是说局部来说最想直接断，但被粘。但这个直接断可能不太行，对，这一拐黑棋有点难办，因为你直接杀气气不够，这样慢一气，我们看这样黑棋是慢一气，那么你只有去延气，你延气的时候他再跳这个，你这杀气还是慢一气，那你还得去延气。对，那白棋这个地方他是最狠的，他可以立这个，他把你这下中了之后他再立这个，白棋只能爬啊，对，你还是只能靠一个，还是总之你只能在这地方走一个吧，不管你怎么走，我这一场你这就爬二路，两边爬二路，这黑棋肯定是尤其是在布局阶段，对，你爬完之后又吃不掉人家，这白棋一弯就活了，即使被吃掉好像也是不行吧，这个得爬几个才能吃掉，对、你要两边都爬活了再把它吃掉的话，这棋也不用下，所以说这个大概是白棋当初的意图，对，所以说他这个是逼迫你定型，那么黑棋不能单断的话，他就只有下俗手了，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这个局部白棋这个从最早的变招开始一直到这个跳，其实他都是有研究的，就是都是有预谋的，事先想好的这一套的下法，对。那这个棋以前的时候也有这种黑棋，现在挖一个，挖我是不是只能打吃？对，挖这个时候白棋，然后你再打，对，然后再打，这个是一个次序，这次序呢，就是用意是这样的，你如果先打吃，人家实战这样先打吃，再挖这个就，人家肯定不会在这儿打吃，人家肯定是退，或者是直接就把你征掉了，那先挖一下吧，白棋挖成俗鱼形，之后再去打吃。这样的话呢，就这两下交换，
黑漆有可能便宜，但是也撞了一气。如果你以后哎，对，这街上撞一气，而且被人家提到的话也是亏了。嗯，就是这个地方得失不明，他实战的选择是直接打吃。嗯，对的。嗯，这是一盘快棋比赛。嗯，所以说这个邱俊其实也很，我觉得也是很狡猾的。他这个新手啊，在快棋的时候用，这个变招他在快棋的时候跟你使，那么你没有时间去思考的。对。如果平时没有研究，谢赫假如说啊，他平时不懂这个东西的话，那可能一下就中刀了，因为他只有30秒一步，没有时间去思考，啊，你现想是来不及的。对，我想他大概这两个打就是现场，然后的，想时间形成这个转换，就是把它吃掉了。这个结果应该大致差不多吧。对，但白棋外势还是非常厚。白棋外势很厚，白棋局部多一手棋，这个局部白棋比黑棋多一手棋，但是黑棋呢？但黑棋这有一个。对，黑棋这个子基本上是没有活动的余地了。嗯，这个子基本上是用不上的。那么这个白棋相对来说是封的比较完整，棋形也比较厚，白棋也可以满意吧？可以说白棋像这样，白棋也能满意。他在那走这个，这招棋四小时大，看上去是走在二路。我们大家都知道，开局阶段走在二路是不是很好？不是很理想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忌讳的。对对对，但是他这招这个局面这个局部来说，这个二路是一个手筋。因为白棋不走的话，黑棋就走在这儿，是吧？白棋不走的话，黑棋走这脚上死得太干净了。这一点味道都没有。黑棋下一手走在这儿的话，这个脚它的效率太高，我们可以看成这样的，这样就把这个脚完全的守住了。对，比那个无忧脚的效率。这子没有任何利用，就白白死进去了，但是有点受不了。所以他先漏一下，这个是次序，漏完之后再拆。漏完之后，我觉得有很多棋手，不是棋手，就是爱好者吧，会随手把这个扒掉。然后我退，好像看似是官子便宜，然后再拆过来。但是这一下就是，首先拆完了这个就变得严厉了，然后其次这边也已经先卖了。说得非常好，这一定要注意。这个绝对不能轻易扒。刚才那个贾倩。这个解说非常到位，爬完之后，一个是这个点没有了，第二个是这个变重了。他为什么说这个要爬不好？我们马上也可以看到。不是我好像记得是聂老说这个爬一定要先保留。对对对，印象中是更有道理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如果不爬的话，黑棋会不会来逆收？有人怕这个，但这个我们跟刚才这个比，你跟这样比的话，手数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效率就差很多了，等于黑棋自己缩回来了。对，你本来能跳死别人，自己缩回来了，这个这还被点一下。对，这个还是差很多的。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也是不肯挡的。那么人家既然不肯挡，那这个就不着急，就可以保留。对，就可以保留。然后退下。黑棋是挂这个吧？坚定。这样，这个时候黑棋如果再拆二的话，怎么样呢？那拆二嘛，本手好像是拆二。哎，对，就是局面很普通了，他这就会了，再来。这个我就先把这扒了。黑棋是不是这还能搬吗？搬不一定便宜。对对，我就这样白棋棋形很完整。这个。白棋这块跟黑棋这块对比来说，白棋更这个棋形更舒展一些。这样应该是白棋满意的。所以说他这个谢赫实战很差，走了一个现在靠这个。这也是这个局部的常见的手段之一吧。那么作为黑棋来讲，他既然不肯这个的话，他考虑靠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但我觉得他的意图还是声东击西。他并不是为了吃这一个子。对，
他是假装要吃这个，对，但其实是我们看这个局部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定型，像这样的话呢，那他是吃这个子，像这样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爬，你看蒋先说的特别好，这爬他说是俗手，现在就体现出来了。这我们看秋俊的下一手，他先对他直接动了，他是就是单爬，直接对，这棋千万不是爬在这儿的，爬在这儿的话那就一样了，那只是自己委屈的做活，这当然不能满意。那么我们说下棋的时候经常说有得有失啊，其实也不光是下棋，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那么你有收获你一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看黑棋，黑棋把这个子吃了，这几招交换之后把这个子争掉，对，这可以说黑棋收获非常大，这是他的得，对，省了这一手棋，他不用在这拆二了，他直接一手就把你这个割掉了，这黑棋收获巨大。那么同样的，你收获了之后一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让白棋这个子就是死而复生，他这现在是爬在这儿，由于这个黑棋这边获得利益，那么也让白棋这个贴变成了先手，对，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是白棋这个强手就可以成立。这盘棋很有意思，白棋后面也是这个进程上来看也是杀得天昏地暗，那个双方进行了无数次的打劫转换，但我觉得一般下快棋的话都会形成一个战斗的局面，好像就是那种平平稳稳收官的那种棋，我还是对上一般。因为这个我这么理解啊，就是下慢棋的时候可能大家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更觉得那个点着目下吧，像我们经常说职业棋手会点着目下，就觉得这个棋够了他就会收兵了。那么快棋有的时候你来不及去判断，对，那当对方欺负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我是不是点点目我去收兵，对，那你的第一感就是不能退让拿下再说，对，所以说这快棋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激战的局面，也是快棋赛的魅力吧，对，我觉得也是棋手之间一个斗气，对我这个怎么能忍受，对，如愿，这个时候白棋收气也 是必然的，这里面是一个对杀，那白棋现在也必须下得紧凑，但是这个对杀的结果我们到底是什么样，我先看一下，这都是必然的，这只有打，对，他吃，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看黑棋这两招是收气的好手，这两招棋实战这个断了再打一路打吃是好手，你如果不断这个，你就不管你怎么收气，你是搬在这儿也好，其实粘上之后，对，人家只要一接人家就是四口气，那黑棋就已经慢一气了，对，我们可以看成白棋走到这个之后你连下两手也是不 行，对，所以只有断，对，断完了之后呢你直接搂这个也不行，这个有的时候对这搂这个看上去是手劲，但是这个也不行，这人家就金鸡独立了，这个这变化也比较简单，所以这时候他一样先打吃，对，你若立的话他再搂白棋就不行，这样局部是一个变成打劫的，这是一个两手劫，69，黑棋这个劫材非常舒服啊，这是白来的，这个劫材心情一定很好，打的时候。然后这个找这个劫。我们可以把它看，其实这角上是一个两手劫。对，这个角上是黑棋削不净的一个劫。对，它要削两手。那么也就因为它是两手劫，所以说这个棋白棋才能考虑实战这个下法，不然的话这就不能成棋被转换了，因为这个劫对白棋来说太重了，这个劫白棋如果打败的话这整块棋就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白棋棋就算黑棋把这全棋算白棋了之后这黑棋是再走一手白棋整块全死了，对，这样白棋肯定是损失太大了，所以说这个劫对白棋来说非常重，现在他但是黑棋削不进，对，黑棋劫
不是，我找这个节的时候，他体检，现在该白棋下。白棋吃。嗯，白棋长。这时候其实我觉得黑棋可以考虑把它提了。就把这提了吗？嗯。那我是不是只有吃这个？对，就虎这个。嗯，然后再把这个吃了。形成一个转换。这个转对，这黑白棋这全死了。这外面有什么？这个角上，这个角嘛，就是从目数来说，大概是30多目棋。嗯嗯，但是也当然也蛮大的，也接近40目棋，30目墙。但这个从这个结开始看，这白棋全死光了，有点。也是有点说不过去，但可能是当时他们两个的判断，对，就是可能认为这个角更大一点，我是不是长一个？对，他觉得这个反正也是两手棋，还是先打着，他还是选择了长这个。那么白棋把这个提了，然后黑棋找这个靠。嗯嗯，这个是不是白棋不能再硬了？这白棋再硬之后就不好找棋了，这个地方。嗯，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地方长完了之后啊，白棋如果挡一个，黑棋脱先了，白棋一扳，这局部黑棋还是死的。嗯，但是你如果挡一个的话，这个白棋就已经亏了，就这个里面多出了很多味道，就这个一冲，白棋气很紧，非常麻烦，这冲断之后白棋非常麻烦。嗯，而且你这个吃的时候人家挡这个先手，这就去扑。嗯，那他这种怪点什么的都是很讨厌的东西。嗯，然后再冲断白棋。对，哎，所以说这个不一定能吃吧。本身就不一定吃得掉。嗯，就算能吃掉的话，白棋也不能考虑。嗯，所以说这个局部来说，白棋是没有劫材的。啊，这个不是说你跟着硬，然后我再找劫，再找劫，对不起，这不能劫材。所以说这时候白棋只有黑棋走的时候，白棋消劫。这个劫由于对白棋来说太重了，所以说白棋一定要把它打赢。嗯，但是这个脚被穿下去，白棋也相当痛苦。相当痛苦。这个总体来说转换怎么样？感觉？这个要问你了。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还是黑棋便宜了，是黑棋便宜了，是吧？总体来说是黑棋便宜。因为这边这个角这样被穿下来，对，是吧？而且白棋这个地方的收获非常小，其实这个地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个我们看点一下目，这个局部如果不算双方的厚薄啊，嗯，说不算这个双方的厚薄和死活的话，这三个子和这吃一个的价值是2、3、4、6、7、14、15、16目棋，这吃才16目棋。就局部来说是双方后手16目。嗯，那这个长其实也很大，这个长一个，本身这个长也很大，就是这个吃比这个长其实那个大的很有限，就这个地方白棋便宜的非常有限。嗯，这个地方呢白棋便宜的也是非常有限，我们说这黑棋先提了一个了。嗯，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有收获了，那你又花了好多手再去把它吃掉，那便宜的也有限。但这个飞刀这属于三手飞刀，人家下两手就已经是飞刀了。嗯，下三手就把脚穿成这样，这个应该说是损失巨大。嗯，我认为是白棋的这个所得难以弥补这个损失。嗯，那么是还是说他这个动出是不是有一点过分呢？还是这个动出也不好说，比如说他是不是考虑再加一个算了。就是，哦，加黑棋杵的时候别着急挤，在加的时候黑棋就不能再阻对，因为这个棋形其实黑棋连起来非常的难受。嗯，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刚才的之前的棋形啊。嗯，就是我们说白棋爬这条棋可以成立，那黑棋冲的时候白棋不要着急去挤死它。嗯，再加一个，那么黑棋就不能再走了，再走被白棋弄过来就没有打劫了。对，但是也可能像你说的快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这个这么快的做出判断。而且他总是不肯嘛，就被多冲了一下，一扑还有死活问题。但你加的话，我是不是外面什么并一个？那并一个就是。如果我把这个脑袋盖上。啊，对，这也是后手嘛，反正。嗯。嗯，这个。就是。当然是需要判断。嗯。也是需要判断的。总之，我觉得这个结果像是这样，还是黑棋能满意的。嗯。还有黑棋这招棋，这棋。是不是吃的位置最好？这个招棋我觉得很像谢赫的风格。嗯，他就是很扎实的棋风嘛。对，但其实这招棋没有吃掉别人。是吗？啊，这里边是不
是吗？这边。对，他后面就是走的这个，把往那尖一个，这不是局部，不是近似。当然，我们这个有点这个事后诸葛亮的意思，就是看见他们的后面下发，但是觉得那个这个可能还是尖一个算了。尖一个，因为这个局部是死的很清楚，你靠这个的话，他一夹，就是即使这几先手，即使几个是先手，这也没起，局部来说也是死棋。但是这白棋外面的借用会不会有很多呢？我觉得他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吧。白棋外面，我可以先在外面走，我先在里面走几个，看你怎么吃我，然后我看看外面是不是有点借用。这个就是、他对黑棋来讲，他有点不是很好选择，尤其是快棋更没有时间去想了。但是你这个立一个，让角上还留有活棋。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想另一个可能是他第一感。有问题的。现在白只有笑这个。现在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通过白棋这下法也能看出来那个双方的一种对局心态吧。这个时候其实有两个地方都很大，一个是这个加工黑棋这边肯定是非常大的，因为这白棋挡一个还是先手。你说打劫的时候他不是先手，那你平时走一个他还是先手的，这个黑棋是不敢不应的。挡一个黑棋是只有玩这个的，当然黑棋也有冲断，就是白棋会有掌握时机嘛，白棋这个地方先走几个之后再挡是先手。那挡先手之后，这个肯定是非常大的一手棋，既补了自己的那个弱点，同时也这个攻击黑棋，这个顺势能成很多的空，这样棋非常大，或者就温和一点，加在这儿也对。这可能也是他当初消解之后留着的这个大场啊，对，留下来的，对，属于是，后续的一些那个利益手段。但是走这个的话，是不是黑棋上面这个势力？走这个对，但是他就觉得，这黑棋连片这个对围他没有自信，所以说。我觉得他实战这个下法呢，这尖冲先进来的话，可能也是对形势的一种判断吧，基于对形势的一种判断，他觉得这个棋还是要下的变化更多一点。那么可以认为是他这手棋觉得自己形势不占优吗？我觉得应该是。那说明他自己还是觉得他这个打劫可能是稍亏。是啊，靠上。没有，他断。靠断，对，靠着断是，局部来说比较紧凑吧，因为你尝这个，这样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样黑棋也是个后手。局部来说，黑棋是个后手，那他扭断的意思就是。希望在这个局部多跟你进行纠缠，然后争取争到先手，但其实这个也是白棋比较欢迎的下法，因为白棋这边太厚了，在这个局部跟白棋作战，他是不怕的。白棋还是想把局面打乱，这边白棋厚了，就是能二路打。对。那黑棋还是就补一个。对，他现在黑棋还是后手，但是他断到这两下，这边白棋跑的话，其实大同小异，其实跟刚才大同小异。我们把这手割一下就知道了，刚才是这样的。这样断嘛，白棋打这或者打铁都可以，就是白棋也可以选择打底下。那实战等于白棋就冲一下大粗手。这冲一下是绝对的大粗手，但是他多往里拱了一个，这个目数又便宜了好多。那我们可以看成搬完了，然后算白棋拖进去好了。对，拖进去之后多搬，多冲了一个，等于多冲了一下。以后二路官司有那个。对，但其实对于全局来说，这点那个关系不大。对，这个不会影响到胜负。因为现在更紧急的是谁争得先手的问题。实战白棋这个。能争到先手之后，他走的这个吧。对，这个还是很满意的，我觉得白棋还是很满意的。黑棋这个，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正常的判断啊、嗯、如果我们正常的判断白棋这最最普通的下法肯定就是跑一跑、嗯、对啊，因为在底下做活的话你走这个地方也是漏风的，就它这种点是、嗯黑棋太厚了、嗯、我觉得在下面走棋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你只有往上跑，这是最正常的思路吧、嗯、这样的话比如说黑棋正跟先手的就是拆一个这个或者这个都可以、这个随便拆一个，这样目数来说我觉得还是黑棋不错的，就这个角上如果没棋的话这应该是黑棋实地上是黑棋优势的，这个冲还是很厉害的，这下一招一冲、白棋就不好抵挡了，黑棋走完这一手马上就要冲了，嗯，这气非常紧，你不论是退还是怎么着他就一路冲过去就完了，对，你如果跳了的话他就挖，他挖一会也挡不住了有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这个长一个价值也很大、这长完了之后这一冲白棋就局部棋形是一个很烂的一个形状，这样正常的话应该是黑棋还不错，实战所以说白棋下得很激进，实战白棋是搬这个啊、他马上就来这个考验黑棋，我们说快棋比赛啊，一般来说我感觉快棋比赛一般都是那个直线型的棋手比较占优势，就是他思路比较那个比较直啊，不跟你那个拐弯，就因为他快棋没有时间多想，所以说只有那个就是凭感觉下嘛，就直线型的棋手比较占优势，像邱俊这种他是比较典型的直线型，但是就是直线型的棋手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局部的对杀中他就崩了呢，那当然是有可能，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性，对，但是我是说就是像邱俊他这种比较直的选手、他也有这个他来拐弯考验你的时候、像这个现在白棋时机非常好，搬了尖这时机非常好，就是他在这块棋没有完全安定之前他先来考验黑棋，这是邱俊我觉得很高的地方，这也下得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才说白棋最普通的下法就是直接跑出来，直接跑出来的话那固然是局面就很平稳了，那你直接跑出来这以后再走这个的时候黑棋局部来说黑棋是可以把白棋 点死的，这个地方就局部黑棋最强的下法应该是点这个，这个比如说再点对，再点这个，我粘，我再粘，这能吃死吗？这样局部应该是黑棋快一气吧，我现在不能搬，我只能粘这个，你粘这个的话我就搬这个搬这个，这是你快一气吗？一二三四五，你慢一气吧这样不行，那黑棋就是只有拖这个吗？我挡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打劫，这还是不能，就是还是不能硬杀，那这个局部来说就是本身也是有棋的，就是他先这个时机考验你一下总是便宜的，就是你如果要是硬杀我们先不考虑这个局部到底是什么结果啊，就是即使黑棋能杀掉白棋的话那白棋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很多味道，那他就不愿意往上来跑了，他利用这个味道之后肯定就是局部，比如说他这种比如说我们即使黑棋能杀的话他这外面有一些先手他可能就会虎下来了，你再跟这个里面点的变化黑棋就要有一定的顾忌，所以这个时候他先来问黑棋也是很讨厌的，这让黑棋也是比较尤其是快棋啊很麻烦，实战黑棋是打吧，是他有虎，他有虎，这局部来说也是死棋，就这个其实黑棋打吧这局部来说也是死棋，这黑棋就被这个局部就是死，但是这个黑棋现在不敢杀，在我这个团的时候你要杀的话只能走在这儿杀，所以黑棋现在不敢杀，我想这个还是先考验黑棋吧，对他就是问问你你现在来不来杀我，对，问问我这个是不是新手，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黑棋我硬杀的话可能也很复杂，因为黑棋外面特别厚，就放出来杀也很复杂，但是黑棋现在肯定不会这么选择嘛，对，
先震这个。那黑棋同样的意图，他也是想让你先来底下撞，撞厚了之后，我再来杀你的脚。嗯，他就做活。对，白棋这个先做活再说，冷静，看看，对，看看你这边到底是怎么动。因为他不做活的话，这黑棋也有很多先手。不做活，说他往外撞的话，这个就是先手，也没有意义。对对对，往外你也没法下，这只有先把这个补活再说。黑棋实际上是点这个。我想这个大概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先中后和后中先，这个可能是先中后，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后中先。嗯。靠。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这双方其实谁有，我觉得谁都没有算清。对，这个局部变化是不容易算得清楚，就是他感觉不容易死，就白棋感觉这块棋是不容易死的。嗯，那么就先把脚活了再说。但是黑棋呢也说，你说你不容易死，你也得走出来起来让我看看。对，黑棋也要杀杀试试。这个搬一个，怎么说呢？搬一个，这是白棋的权，黑棋的白棋的权利，这黑棋是没法断的。对，啊，黑棋只有拐。他交换了这个之后，交换了这个之后，他再来考虑这个断的腾挪，这样味道更多一点。再一个就是这样，他即使是被黑棋吃掉一部分的话，他这个也便宜了，就这下先便宜一下。这个头可能可以先出来。这个地方下得很精彩。嗯，现在断。他这个白棋现在来这儿走，就本身这个局部来说肯定是很不愉快的，就是不愿意这么去下，因为这个局部你把黑棋分断是没有意义的，黑棋外面都特别厚。嗯，对，这个白棋全连起来它还是很重。嗯，但是他我想啊，可能就是他也没得选择，可能是他如果直接肯定是有的，他但是我认为就是邱俊他这个棋风啊比较执着。嗯，我们看他那个棋也能看着他棋风执着，他就是一定要走到完美，就是他就是很想把这所有的棋子都救活，不给别人以活路，就是我要该是我的我全都要。那最正常的他现在比如就打这个，他就打了打。嗯，那就举个例子吧，我就接上。上，当然白棋这时候也得往外跑，因为你不走的话，他跑的话还不太好跑，这个长好像不行，只能粘。对，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可能被黑棋挖死了。嗯，那这挖死大不大也不一定，这个他可能觉得这个被吃掉不是很舒服。对，他希望下成什么样呢？哎，他这先保留着这个变化，他希望下成这个，我压，如果你顶，哎对，还是搬，如果搬，那么我再来走这个，我先接这个接又变成了下手，我可以先手接，对，然后被你接，我再走。哎，对，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结果。那么实战，比如说你要是断，那他也达成目的，他就让你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度过，那么他就可以先手把这个断点补上之后再打出来。其实这个下这个想法是非常那个。非常好的一种，尤其是你可以说非常好，但是也是非常贪婪的一种想法。他就是什么都要，这个白棋准备什么都要。但如果他真的能达到他的目的，还是说，是，对，他是成功了。他是成功，但是我们的谢赫肯定也不会让他轻易的下成那样。他打吃，他先打吃，哎，这是好棋，这是非常重要的次序。你如果现在不来打。真是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先来度过的话，或者先去吃做活的话，以后再打，人家理都不理你。对，这两个不是奇金了。那你再打的时候，人最起码也可以做活。所以他趁这个两个是奇金的时候，先把这打中。打完了我只有粘，这脚里面还留着大姐。只有粘。哎，他是打了吗？是。然后再打。那打了两下之后，先把白棋给打死，这一点白棋就死了。所以说邱俊这手棋他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这个应该是得不偿失。黑棋活了之后，我们看这白棋就已经
这好像有点 AB 两点。对，这个两点必得其一了，很难兼顾了。这一点，这大脚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活的一个大脚就被人吃掉了。嗯，那这个地方也是不能不走啊，这更大这块棋。对，所以他只能顾这个最大的棋。1/32，他往哪交换一个啊、这个哦？对，先挖粘，给它唱出来。啊，黑棋就舒舒服服的把对，把这个小拿，这样等于是白棋把这边穿过来之后把脚弃了，这个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这应该也是一个转换嘛，就是那个他把这个刚才我们说需要处理的几个子给跑出来了，但这个角也死掉了，那个总体来说可能也差不太多，但是白棋总的来说他还是没收获，就对邱俊来说他还是，我想他是不会满意的。对，他忙了半天发现好像没走着什么东西，没走东西，对，他只能费这个。他是不是这边没有啊、先加一个。这加也是很好，这条棋这加马上又引发了一场战斗。对，马上又引发，对，因为白棋他不可能忍这个，这两个街他都不能走，他只有这个。对，我们发现这盘棋好像一直在打劫，从这个劫到这个劫，然后1/42看他找什么劫啊、他就搬了。又是转换、是这个可以说是转换，这个地方看上去黑棋收获特别大，他就把这个吃掉。但是白棋中间全提后，对，白棋中间提后了，这当然是黑棋打劫的损失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不看这个转换啊，但黑棋最失策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下完这个之后黑棋落了一个后手。这黑棋是个后手，对，现在主动权在白棋手里，最大的地方就被白棋抢到了，这是黑棋一个战略性的失策。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判断也不能只盯着局部来看，这个转换来说黑棋吃的肯定比白棋这个更实惠。对，这个吃了有20目以上啊。白棋是先打了一个是吗？没有，就是直接走着。再加这个、吃了是有20目以上外加厚薄，非常大。但这个地方我们看，就白棋本身就已经是厚的很厉害了，这个局部来说跟死活没有问题，只是单纯目数，对，他也不怕。最关键的就是黑棋弄了半天弄了一后手，这个最大的地方被白棋抢到了，对，这个黑棋全局来说是有点失策的。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势，就是简单的点点目。先这个地方先不看，如果要是点目的话，这以后打两下，1、2、3、4、5、6、7、8、9、10、11，先算十地，12、13、14、15，是25、26、27、28、29、30、31、32、34、35、36，就是白棋全局大概40目棋可能都不一定到，就是指点失控的话，40目都不一定到。那黑棋呢？黑棋这个以后打两下，10、11、12、13、23、24、25、27、28、29。黑棋好像有六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九四十五十五幺五四五六五七五二九六十七十目肯定对六十目强七十目对黑棋这个黑棋已经有七十了，七十呢白棋不到40，也就是目数光点目的话白棋是大差，对，但是这个这弄过来之后中间的潜力就是已经点不清了，这但是我觉得黑棋这手棋可能还是有点过早了，这太早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边差一个快棋的差，加一下之后也算了，加一下之后留着先来个这种之类的，下一招冲这本身也很大呀。我觉得哪怕等白棋这边想什么吃黑棋的时候，你再走这个打这个棋子就好。对，这个地方我估计啊，他是怕这个白棋，比如说一弄这个，他就已经死了，他打劫人就算沾上他也死，他就是怕这个打不着了。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这个打劫白棋如果这白棋沾上的话，这个棋的话，对，
这个实际上白棋是不能忍的，我觉得白棋不能忍。就外面还好，吉用先不说。这打这粘会上这个木数其实吃的也不多，它肯定是没有提掉这个好，差多了，就比提掉干净的要差很多。这个它就最起码这一飞，你只有冲，我再一靠之类的，这个白棋，局部能不能吃掉黑棋就很成问题。对，局部能不能吃掉都是问题。这先手冲断，之后你要打，我再给你断掉。那就算能吃掉，这木水没多大。所以，但是被提了之后，这个明显他是省了一手棋，这外面永远不会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个被提掉之后啊，这就黑棋吃这个到底踏不踏都是。这个都是成问题的，这个白棋这条棋实在是太大了。对，从全局来看，这条棋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走完这个白棋，突然之间就占据了整个这个局面的主动权。这邱俊狠的地方，他这样推过来，这边好像无形之中就是出来潜力。他能这个强硬的时候，他绝对不手软。跳这个，这一个，这个地方当然是非常复杂了。这地方，比如说我黑棋就把你分断，会怎么样呢？能不能把你封住？封住这个，肯定是这么想的。他跳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了办这个。这样是不是先长一口气，然后？如果直接走这个的话是，这被包死了是吧？对，这样是白棋快一气。这一滚，就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非常，这很简单的一个变化。对，你这跑是没有用的，这我们就不多摆了。可以跑，但是不延气。那这一冲就局部慢一气。对。这样局部就慢一气。所以说这看上去还是黑棋危险，就是贴一个我挡住再跳，能不能延期呢？团吗？或者你挡的时候我就先飞一下呢？这个气是什么情况？这样好像这样，如果这样的话，这样交换到的话是黑棋，对，当时黑棋有利的，就是这个白棋是没法杀黑棋。但是比如说搬，搬它只有这个吧？对，你贴的时候我就先在这边弄飞两下。对，你要是靠的话，我再顶一个再把你闷进去，那黑棋肯定气不够。但我觉得如这时候读秒的话，应该已经快读到最后一次了吧？这谢赫应该不会贸然的就走这个。对。而且走这个也是黑棋危险，走这个也确实是黑棋危险。他是有先走外面。这个确实杀得很激烈。邱俊还一直就不补，他把这个也传回来了。我觉得就是谢赫他自己的判断应该还是认为他还是优势的，然后这可能是下最简明的方法，就是把局面简化。从目数来说还是认为优势很大的。所以说他就想冲，我只要都活了那还是没问题，安全运转。其实我觉得这个黑棋有没有可能转换啊？这个时候这时候比如我先把这冲可以跳，是吗？这但这个死了的话，这手棋白棋这手棋生了，也不是很好走。这个没有用，这个走完之后打不死他。打了走了加这慢一气，这个已经一口没有一气吃了吧。我打完了之后吃不掉啊，打完之后你这不能打，我这里有个字，就说我飞一个，你如果补这个的话，我不补了，我直接把你吃了呢。对，就是吃了就是转换嘛。转换黑棋是不能考虑是吗？我这个我也没有判断过形势，提了吧。
总觉得有点不肯。对，就总觉得有点黑棋有点不太肯这样。嗯。但实战那样的话，确实黑棋也勉强，因为，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黑棋属于是在这个双方都已经厚的铁皮一样厚的地方，黑棋在这儿走是非常不肯的，非常不愿意的。嗯。那其实黑棋我们想想也就跑出来十几目棋嘛，这个地方人家一退，黑棋刚才吃了也十好多目。应该说，我觉得局部黑棋也不便宜，跑这个是没什么便宜。嗯。他可能出一下，也没有时间去判断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想，这些都是独苗打将了。对他再冲这个。嗯。下到这儿的话，我觉得黑棋只要是都活了，应该是赢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刚才判断，对，在这儿我们看白棋刚才收获就这么几目棋，一共收获了，收获并不大。嗯。中间之前的潜力现在也没有看出来。白棋很失败的一点就是这个挡始终没有挡到。嗯。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郁闷。这个棋。我认白棋肯定是就是在这个加的时候啊，我们再回过头想一下，在加的时候应该是白棋有胜机的。这个白棋靠两下之后，白棋为什么不先挡这个？这是一个，也许是怕他迷惑的地方，怕他这边什么先冲一个动手。那这都有两个接应了，还怕吗？那总之这个地方以后有机会的话，应该去问问邱俊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他没有走到，我们看如果先挡跟弯交换一个的话，这地方都没有战斗了，这黑棋肯定不行。那实战这样还被黑棋度过了，这个白棋就是，这样白棋只有孤注一掷，对，白棋还杀这个拼了。跳这个。因为黑棋这个地方很多先手，所以说他可以用枪。对。但邱俊更强。全部保留，但是。他全这邱俊的这个下法是够硬的。急先手吧，应该是。他不能接吗？或者虎？虎一个可以，接的话。虎一个他是觉得棋形不好，就觉得棋太紧了。哦，虎一个还不如他这个，就接上怎么样？接上我是不是一口气把你吃了，是吗？因为我这打完之后断打了一团，是不是？那我就这样度过了呀，度过我活了就行。啊、就是，嗯、他绝对不能让黑棋去，黑棋连上的。嗯嗯，他要从这儿杀出来，88。黑棋也是连根把白棋断了。嗯。但这时候黑棋发现，如果再执迷不悟的话，被白棋断，这气不够了。那我就接了。哦，对，黑棋如果你要是长一个的话，嗯，那就把这断了，这样黑棋慢一气。1、2、3、4，1、2、3、4、5，对。嗯。所以说他就黑棋这时候就来这儿接。但是你现在接的话，我这个。连回去，这中间这个大块非常危险。对，这个我想可能是黑棋误算了，不是？嗯，黑棋只有半只眼。嗯，这个地方只有半只眼，黑棋也就是说上面要做出先手一只眼才能活，难度很大。嗯，最关键的是这时候白棋来这儿闹腾。对，但是他现在。邱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的棋风就是，嗯、他什么地方都想出你的棋。对，这个地方也是死而不僵。嗯，踢然后扑。啊，这局部黑棋确实也没有活劲、嗯。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气就很难收了。这收气的话要提接，然后再进来。但是白棋打这个有以后还是有可能是先手。对，白棋掌上有六口气。对，这个哎，怎么吃它？这个局部来说应该还是白棋死了，但是它肯定会有收气。就局部黑棋就算接上的话，这杀气本身肯定也是白棋死了。嗯，白棋讲上六口气，黑棋怎么着也不止六口气。嗯，但是他这个你下上收气吃，现在这个局面是不是你收气吃都不一定赢啊？我觉得他这个主要是就是为了补这个段吧，为了补这个段。补这个段的话，这个有可能成为先手吗？看不太清，所以这个气是怎么回事？嗯，二三四五。但是他这个挖一个，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挖一个应该是他有没有撞气的嫌疑啊？对，挖一个，如果现在黑棋应该就是两条路，要么就做活，局部做活的话，那就没有收气这些关系了，就不用啰嗦了。你要是活不了的话，那这个挖就是撞气啊，那这个挖显然是撞气，所以说。我们看他实战这好像就是活不了，白棋冲这个。嗯。嗯。208，现在打吃。嗯。209。好，因为打吃你。他已经不能接了，不能接了，你接这个的话就局部是不是这有可能被冲这个呀？冲这你已经连不回去了。嗯。所以他只能冲这个。帮这个背提。这白白又生出一个劫来，嗯，没事儿。这时候我觉得大多数的爱好者已经看清楚是黑棋不行了啊，这个时候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嗯、这个局部啊、哦，黑棋白棋一场，对，这局部黑棋都没法进杀白棋了。对，就算黑棋它可以收棋吃，嗯，白棋这个地方多了个劫，对，这个突然之间多出来一颗子，这边我就想杀你的时候，我就可以这边这一打，黑棋可能就想怎么杀就怎么杀了，对，没有活路了。你要往外面走的话，白棋还是很厚的外面。嗯，就算我外面把你封住的话，补一补就好。对，我把你外面封住，这是半只眼，这还有一个打，这个黑棋好像不好办。对，这更关键的是这个形成收气吃。嗯，你现在还吃不进，你看如果接的话，是不是局部爬接打吃？一二三四五六，这局部都是没法进杀的一个变化。那所以说这个棋肯定是不行。对，我想秋俊也是看清楚了这个打劫，我也不打劫了，我就索性我就尝一个好了。尝一个你也不敢接，接的话这局部黑棋还是打劫杀。对，那所以这个，外面是不死不活，里面也是不清不楚，那这棋肯定是不行了。就是下到这这一手的时候，是就是协和棋段就是认输了。对，这盘棋总体来说还是很激烈的，下得很精彩。但是由于快棋嘛，我想双方还是有一定的失误。这个，尤其是后面。白棋这个不挡实在是有点不能理解，白棋不先挡一下这个是，对，这可能就是因为是快棋，他可能没办法很好的把握这个时机。 对时机啊，他觉得这早晚都是我的，我先走也可以，但是人家断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来不及了，那就也许就是错过了一个，对，等你想走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你的了。对，但是后半盘总的来说还是白棋的机会要更大一些。那么最后也是黑棋，因为这招最后我觉得致命的半招可能是挖这个，他如果不挖的话，就是冷静的粘上，粘上看白棋，对，在外面还有那个死活，看看白棋到底是怎么弄这块棋。对，这个也许死活还能一争胜负吧。但实在这个出棋了就没法下了，那确实是不行了。对，所以这盘棋也是谢赫，输的也比较可惜。还有这个打劫的时机，我觉得是黑棋比较失误的地方。那黑棋实战这个转换，吃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这个地方更要紧。对，转换还可能被白棋走到这个之后，就是给白棋机会了。对对对，因为之前最早的这个打劫转换还是黑棋，黑棋还是不错的。所以总的来说，这盘棋是双方，
都有机会的一次。但是好像谢赫是把错误犯在了后面，嗯，对，谁最后一个犯错误谁可能就是比较遗憾、嗯，啊，那所以最后的结果是邱俊中攀胜、嗯，好吧，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就先为大家解说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再为大家讲解第二盘。